喜欢你，没有，他喜欢你很久，没有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你不是说你平常跟他打手？白痴哦，我这种人吗？好，各位同学，打开第八页，今天上第一课，台湾中午餐。月经来，红豆汤，趁热喝。哇，同学很帅嘛，你哪一班？316，林俊明。316，林俊明大过一级。不要着凉。是啊。哎，杨栋，你也可以用我的。要排队哦。不要插队好不好？后面后面。好的。给你吃，真的是大冰奶哥。好啊。那好好吃哦。好。15块哦，原味拿去拿去，赶快赶快赶快。哦，100块是不是？你要买100吗？哎，红豆，啊，你要去哪？回家啊。啊，你家住哪里啊？宜兰啊。哎，我刚好顺路哎。真的吗？真的啦，走走走走走。One tomorrow。早上了。喂，妈。抱歉，我一个晚上没有回家。好，你先告诉我怎么从宜兰回三重好不好？哎，你看这男的，这应该追我哎。怎么样 ，Jackie？ 对啊，不好啦。为什么？上次跟他前女友分手的时候，找他家。好吧。哎呀，你中午要吃什么？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还是你最懂我了。傻瓜，因为我喜欢你啊。开玩笑，闺蜜。走吧，白痴啊！哎，我是惹到你啊，一直针对我干嘛？问这么多干嘛？走啦！那脚会不会痛？走啊走啊，算了算了。那我下来啦！不要不要。